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蹦妈。昨天粉丝给我留言呀，说蹦妈你怎么还不更新视频呀？被你们喜欢和期待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荣幸。昨天本来有拍视频，但是时间太赶，到最后还是没来得及拍完就夭折了。今天是周六，还有三个学生要吃饭，那今天呢，蹦妈就有足够的时间在厨房折腾。厨房就是我的舞台，我要尽情的表演了，为孩子们做丰盛的午餐。花甲加盐、香油、吐沙，半个小时。今天我分享的这几道菜呢，既有地方特色菜，还有快手懒人菜，做法也都非常的简单，成功率也高。看看我都做了什么好吃的。掐掉虾头，去掉虾尾，虾仁剥壳后呢，开背去虾线，用虾仁烧一道汤。不同以往的做法，只是多加了一个步骤，虾肉吃起来呢，更加的鲜嫩 Q 弹。加生姜、料酒和盐。腌制一会儿，买了一斤半的牛里脊，让摊主帮我切好了，加上调料腌制。加上少量的水，快速抓捏牛肉。这个步骤呢相当的重要，差不多3分钟，吃够水的牛肉口感也更滑嫩不柴。最后来上一点点的油，锁住水分，腌制半个小时。接下来把菜洗一下。我今天偷了个懒，山药没有提前烫，也没有戴手套，手特别痒。听说白醋能止痒，我也擦了好多，还是特别痒，感觉神经都痒。山药止痒，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赶快告诉蹦妈。鸡腿肉切成小块，鸡腿肉搭配花甲做一道山东的特色菜花甲鸡。花甲便宜，8块钱一斤，这盘菜是总成本不到30块钱。加上调料腌制5分钟，鸡儿烧4个菜一个汤，外加一个小甜品。做花甲鸡不同于其他鸡肉的做法，不用焯水，锅里多倒一点油，炒至肉皮收紧，捞出，把鸡块给它控一下油，多余的油不要。花甲凉水下锅，加上料酒煮开，煮至花甲开口，捞出。哎，今天煮花甲的水怎么是淡蓝色的？以前好像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呀，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。不管它了，先炒菜，锅里油热，把葱和姜炒香，加上2勺豆瓣酱。花椒和干辣椒炒香后，把鸡块倒进去。来点啤酒，没过鸡块的量，不要放太多，鸡肉刚才已经炒过了，很容易熟。开始调味，加生抽和老抽，一点蚝油，一点白糖。鸡块熟了，把花甲倒进去，最后别忘了勾上一点点的薄芡。撒上青红椒圈，这道菜它应该叫花甲鸡煲吧。洋葱垫底儿，把肉倒进去，开中小火焖5分钟，时间到开盖儿。哇，香得不得了呀，真正的麻辣鲜香开胃菜。把芹菜、红萝卜和洋葱丝倒进盆里，加上一点盐、胡椒粉，给菜入一下底味儿。这道菜呀，懒人绝对喜欢，因为十几分钟搞定，还不用洗碗，做法也很简单，就是锡纸牛肉。烤盘上铺上锡纸，把蔬菜都放上去，最上面一层放牛肉，上面再铺一层锡纸，把丝边给它收紧。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，不要有漏洞啊，以免烤的时候漏汤。放进烤箱200度15分钟，还可以放进较厚的平底锅干烧。有朋友担心15分钟能熟不？妥妥的，肉非常的滑嫩，都熟了。牛肉这样做，鲜嫩多汁，少油少盐，减肥的美女不要错过哦。做糖醋脆皮茄子，茄子要脆，第一个不要加盐杀水了，蹦妈跳过的坑你们别再跳了。加一点点的水打湿茄子，更易裹上淀粉。第二个就是多裹一点淀粉，裹到粉挂不上为止。第三就是把炸过的茄子再复炸一次。糖醋汁最佳比例，3勺
番茄酱，两勺白糖，一勺白醋，哇，白醋多了。凉锅把糖醋汁倒进去，再倒进嘎嘣脆的茄子，来点青椒木耳调色，撒上芝麻，这道菜大小朋友都喜欢。炒了一道素菜，山药片。之前蹦妈分享了锤肉汤的做法，就有阿姨呢给她孙子做了，说她特别爱喝，那更给了我呢创作的动力。同样的做法，把虾肉蘸上淀粉，敲打成薄片。头一次见这么袖珍的山鸡蛋。锅里少倒一点油，把虾头扁出虾油。我怀疑今天我买的是假虾，扁不出虾油。倒上开水，这会儿把虾头捞出来就不要了。把虾片放进去，少来一点点盐，这个汤比较鲜，再加一点胡椒粉，来点紫菜会更完美。南瓜250克，糯米粉180克，玉米淀粉40克，再加一点点的糖。我们家长说他孩子可喜欢吃我做的点心，所以隔三差五就给孩子们做来吃，但是也不能经常吃，毕竟是甜食。揉出来的面团是比较软，这个面团是没有筋性的，不用揉，直接搓圆，用您的巧手给它转个小窝窝，包上豆沙馅，馅料呢随意，加上巧克力，我觉得也非常不错。用牙签整成南瓜的形状，枸杞点缀。枸杞呢，用水一定要多泡一泡，因为刚采摘下来的枸杞呢，为了上色，果农都会喷很多的活碱，一定要多泡一泡。凉水上锅蒸10分钟，南瓜糯米包出锅，软糯香甜，非常的好吃，是我的菜，加了糯米不太好消化，所以呢，每人限量一个。哇，像牛肉啊！哇，这么丰盛。阿姨今天下馆子啊，那不挺好？下馆子，我跟阿姨家天天下馆子。我要下筷子了。啊？我要下筷子。你赶快吃。是。哎，这茄子好吃。茄子好吃、啊。嗯。你尝这个，这个好不好吃？嗯。这个牛肉也好吃。哎呀，男孩子。我也感觉好吃。感觉好吃。好吃。